一番运功之后，现在王占军已经躺在了地上。王占军以前曾经创造过用丹田之气弹开2公斤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王占军现在在调整自己的呼吸。哇！好，运气至丹田。他在练着弹抖之力。好，现在王占军把1公斤的哑铃放在了自己的身上。哇！好，接下来是2公斤。好，这是目前王占军曾经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。接下来王占军要向3公斤的哑铃发起冲击，如果成功的话，这将是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。王占军丹田弹抖3公斤能否成功？王占军刚才用他的丹田之气弹开了3公斤的哑铃，我的天哪！由此可以证明，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。朋友们，掌声鼓励一下！哇！而且我觉得他刚才那个3公斤那个哑铃蹦那么高，我觉得他如果再挑战的话，还可以成功。好，王占军有没有想过以后再创造新的这个纪录？有。好，我们相信呢，王占军在不断的在向着更高的这个目标在发起冲击。嗯，刚才是尤其是占军在运气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人的这个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好惊人呢，我们在边上看起来像波浪一样。对，让我想起了那个传说中的蛤蟆功。哦，这个真有点这个意思。是不是？你这个究竟有多大的力量？通过一个哑铃，我们真很难判断得出来。对，能真是的。那你还想感受一下吗？王占军，我可不可以提出这样一个不情之请？比如说你躺在地上，然后让我们的女主持人站到你的肚子上，来看一看你的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。太危险了，有生命危险！这个弹飞出去我可不管，你管接我管。行，还要弹出去，江图。来，我觉得。像都是这样的哈，我觉得平时呢，你看咱们俩关系也不错，是不是？对，很好。我觉得朋友就是这样，嗯，在关键的时候，嗯，我准备把你出卖掉。啊？是朋友是朋友吗？我觉得江多是他穿的这个鞋呀，嗯，比较容易脱。哦，好好来，江多来试一试。可是江多，江多，我先脱了鞋是吧？对，来试一试。为了避免他受伤，我就稍微的掩饰掩饰。哎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别把他弹出去啊！战军，告诉他站在哪个位置？在哪儿？对，啊，这个位置。对，就阑尾这个地方。那是阑尾吗？我想问一下，我站踩坏了怎么办？啊，踩坏了怎么办？踩坏了算他的。踩坏了算周威的，踩坏不赔吧？踩坏了算我的。人江多真的要踩上去吗？这个地方行吗？可以吗？没事，我真的水泡踩不烂。我真的踩了。你看，这道最好踩吗？哇！哇！别打！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我去，他那个衣服特别滑，他那个肚子一运气，我。这个我这样站吧，我应该是这样站，这样可以吗？不，你来站，横着站，横着站哈，来，两个脚并齐，好吧？哎，好，两个脚并齐啊，一二，可以发力吗？可以。江总突然间跳起来了，什么感觉？快来说一下。我的天哪！不，我还在吗？我。
哎，我刚才张东，太神奇了，我服着你，谢谢你啊，太感谢了。就是我能感觉到，现在左右我都分不明白了。我江东刚才我服着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人往上窜了一下，然后是吧，就出去了。对，哎，你知道我当时什么感觉吗？我一定要告诉你们，就是小时候玩过弹跳床吗？就是你蹦下去之后，那种弹跳力其实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。你很想要坠下去，因为我很想为难他，我就很想用力，然后能够站得住。对，你越使劲，对，然后那个反弹力就越大，结果我就砰就出来了。感觉我们讲的是借力打力，对不对？哇，太厉害了。